对帝国的这一部摩托车，这部摩托车呢，在目前还是相当的夯，所以呢，在市场上有很多收藏家都会针对这部车进行一个收藏。但是呢，这部车子其实它也有很大的变化，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这台车大大的油箱哦，可以做什么样的改装。各位看到这种漆，我想很少看到吧，这个是我们最新开发的这种叫做石纹漆。什么叫石纹漆呢？顾名思义就是像石头一样很粗糙，但是摸起来又不割手，这种叫石纹漆。那它最大的好处呢，就是说这种漆呢是经过高温的烤制，然后能够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能够附着在铝合金或者是铁上面。它最大的用意就是说这种漆让您散热可以特别快。那当然哈雷它也本身也是用这种漆在引擎上面，所以我们把它沿用到这个摩托车上面，整部车这样看起来会很不一样，看起来就像一部很酷很酷的这种嬉皮车。但是它是 BMW， 一般来讲 BMW 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很斯文，就是很 natural 很原始的感觉。可是呢，这部车就是反其道而行，所以这种改装我相信大家也是熟悉的。好， BMW 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。那再来